分享18061三听闻粉丝身体不适，特地前往医务室拍手的暖心指笑脸嬷嬷。推特上更新9号拍手会后记一则，分享一件暖心的事。在9号的害怕会中，我朋友的弟弟感觉不太舒服，所以去了医务室休息。他有指笑和嬷嬷的拍手券，指笑和嬷嬷特意来到医务室和他拍手。无厘提宝们真的是很善良的人呢，还特地去了医务室。我不管我现在身体也不是要 twice 来拍手才能好的那种。分享18061三成年了，全力开启 twice 今日进行地方选举事先投票。13日 ,TWICE 官方更新纳莲多贤和彩英韩国第七届地方选举事先投票相关多则。纳莲投票完成。完今天也要投票。